说了还是不能老抱，老抱老抱，放不下来了。你听，别说，书上什么专家的，我跟你说，那孩子小，你就得多抱。你要不是那孩子长大了，你想抱都抱不上了。你看你从小不是妈抱大的吗？那不挺好？你要少抱点，我估计现在更好。哎，那什么，要不您回屋歇着吧，挺晚的了啊。哎呀，我喂完了我再接。 行行行，你怎么能吃呀？来了，你真饿了？对，我那是饿，我能让你踹饿的。你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？哎，就是炒了个冷饭。 你今天晚上跟咱们睡，把他半夜再过来，再把我吓跑带出来，好吗？行吗？估计他也累了，睡吧。行，你给妈妈睡一觉。快，快，快！来，太好了啊！真好。哎，妈妈抱了你，我抱了枕头。记着，怎么可能？咋还没喂完呢？ 妈，我买菜去了。行，您慢点啊。赶紧在这待着，他一个人我不放心。没事没事，您慢慢买啊，多买点。行，我走了。好，再见。 坐月子的时候洗头可容易落病。哎呀，落什么病啊？人家那么多洗头的，也没落什么病啊。再说我都臭了，你闻。哎呀，洗个头太舒服。哎呀，使劲儿。哎呀，有力。孩子是不是？怎么了，孩子？爷爷，我看看。爷爷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宝贝儿？你闻闻妈香不香？香不香？谁呀？我是你妈回来了吧？这么快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呦妈，老妈来了！跳舞，这心像长草了似的。哎，哎，是你，家里有事儿似的。 一路飞奔过来，这又怎么一个人躺着啊？没人管呀！哎呦，宝贝儿，自己玩儿啊？妈，怎么了？你先把饭吃下。吓死我了你！怎么了？洗头了？谁叫你洗头的呀？那什么，我先上个班啊，我先上班了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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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能洗头啊？婆婆不让我洗，你也不让我洗，为什么呀？什么叫为什么呀？就老话说的，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。你不洗没事儿，洗了万一有事儿呢？能有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啊？妈，你就看在我昨天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的份上，放过我吧。就睡2小时？嗯。他闹的呀。一晚上哭了7、8次，他一哭我婆婆就抱过来，一哭我婆婆就抱过来。你看我现在我这黑眼圈，我是不是现在能入住这熊猫基地了？哎呀，这就是婆婆跟妈的区别。要是我，我才不忍心叫你呢。要不这样得了，嗯，你跟我回家去吧，我也不跳了，我伺候你。我
适吧，妈。你说我跟您回家了，那我婆婆怎么想？阳光也不高兴啊，是不？就一天到晚想着别人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这么累呀、啊？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哎，你这也算不错了，还有个婆婆呢。有些人人家夫妻两个照顾孩子，还没人帮忙，可不是吗？是啊，我婆婆也挺不容易的。你妈更不容易。啊，说真的啊，哎呀，我现在这当了妈，我才知道当妈的真不容易、啊。不过我小时候是不是没有依依这么闹、啊，比她还闹，没折磨死我。真的、啊？得了吧，是。我的妈呀，那您是英雄。你也不能当狗熊，当妈不都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想妈妈了，来，想妈妈这儿。长大了得孝顺妈妈啊。哎呀，又拉臭臭了。嗯。下一个，哎呀，你还累了，你还累了。妈妈看看谁呀？唯品会的推广计划今天终于做完了，客户很满意。你放心坐月子吧。姐，祝依依健健康康。妈妈好忙啊，是不是？暂时来看不了你了，我现在跟坐牢一样，在家带孩子，到时出狱了一起诉苦。不是，起来，来啦来啦。要不那个，你先洗个手。要不手上有细菌，因为它太小了，抵抗力弱。我本来还想抱抱呢。抱行啊，但是你能不能这个把这上面这些凶器都摘了呀？你再扎着它。佳怡，行了，我不抱，没事。我看看看看，哎呦，帅了，太帅了。你觉得长得像谁？哎呦，长大了绝对是小帅哥。肯定啊，好看的地方啊，长得还真像阳光。行。我把门开开，你出去吧啊！回来你，新小姨啊，给你带的燕窝啊，好好补补。嗯，看这燕窝的份上，确实是亲的啊。我听人家说了，这女人坐月子特别重要，月子坐好了，不仅身体好，而且比以前更年轻呢。哎呀，确实是我亲小姨啊，知道关心我，我现在真需要补一补。你知道我生完她以后，我整个人。我觉得我都快炸了，就胖的都不行，特别肿。我这眼袋，我你看都掉脚面了。哎呦呦呦！嗯，脚面不至于是吗？嗯，小腿肚子差不多。讨厌！我脸上全是斑。哎，你看我这头发干的。哎呀，反正我现在状态特别不好，我都烦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晚上睡不好觉，一天晚上至少12次。我起来喂奶、换尿布，然后他又不停的哭。怎么办呀？故意气我呢吧？由于我还喂奶，他还哭，我起来12次，让我起来24次我都愿意，我得有这机会啊！不是那意思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看你带的这么辛苦，你把它送给我吧。你还年轻哦，你还可以生哦，你再生一个嘛，我保证，带他尽心尽力。也行。那你抱走吧，我可真抱走了啊！抱走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怕我真抱走了，你杀了我，我不能，阳光他妈能。哎
总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出来呀？啊，你要出来啦？你是要出来吗？真的出来，哎呦，看见你来高兴了，是吗？哎呦。